自打前朝起，金门的武馆逐渐崛起，大小门派50+家，外来的无名之辈更是举不胜举。走到如今，余下的这些武馆，代表着我们天津武行的实力和名誉。武行营盛，规矩不能破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到此，就是要重新立立规矩。 莫馆长的行意素来是凌厉无双，经武士会和莫馆长协议，由莫馆长来挑战所有的武馆。余会长也来无恙啊。 什么风把督军大人吹来了？听闻今天是天津武行的大日子，我闲得没事干，过来凑凑热闹。顺便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助助兴。诸位待会儿自然就会知道。您继续，我就在这儿叨扰片刻。 莫师傅，久闻你功夫了得，今日晚辈正好与您切磋切磋。得罪了，请。一个混合不了。 爹会来与我们会合吗？少爷们，你们不要出来！ 还有哪位师父要讨教的？
莫馆长好气魄，您一个人赢了这么多武馆的高手，实在是令小弟佩服。对了，于会长，比武全凭个人意愿，输了滚出天津城，永不回来。请问这个规矩？ 为什么？纪将全。金师傅，你受伤了，别打了。爹，我帮您把药讨回来了。 爹，等你伤好了以后教我武功，可以吗？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爹，爹，你快还他回来！爹，爹，你是纪家的后代。 师傅，请吧。如风，回头。 师傅，回不了头了。
那就麻烦您了，自己来取了。老家伙，打了这么多人，还这么闹腾！师傅，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，师傅。